这摔跤啊，是人民所喜爱的东西，因为这个摔跤运动，中国式摔跤，它一人练，一人强，一家练，一家强，一国练，一国强，它是一种强种强国，哎，健身的这一项体育运动。 各种灸法及名称：小袖、直门、小叉、偏门、中心带。 大领，大领，后气儿，基本手法步法的应用。这大领要这么转，这么拿着大领不行。这就是你甭要了，啊，转大领。 必须要这么转。为什么练这鹰爪这时候让你转圈如卷饼，转大量转转？啊，直门怎么办呢？直门不是这么样。啊，这是不对的。直门是这样。后脚有两种打法，一种是反着，反蹬。 反蹬后气儿，一手是正面，正拿后气儿，反扒大领，这叫反扒大领。反爬大领，两一撂跤，给他手，看，这么走，啊，这么走，啊。 啊，一圆一揉，我要是使别的使踹也好，啊，都同样是低手，太算低手了。
我这儿拿着，我这么走。这个啊，看着不远没有？你这不远跟这儿，必须得跟这儿呢。啊，我这儿我往里一别你，你往里一合就在这儿呢。啊，要快了呢，看。左对右是上一步，他这个前脚跟他的脚差一拳，这才能赢人呢啊！你要是上步就不对了啊！你要这么走就不对了，这别的就扔这儿来了。右对右呢是这样，这也是一拳。看，看，整个是败部，你这要抢地上了，你这就往我这打，你这就要够我这是，哎，这打这是一拳，啊，这是一拳，他这个腿背部背这还是一拳，你看。这样就不行，你这样就不行，你看，你这样，哎，你这样也不行。你这样也不行，你看，他愣了。必须是这儿一拳。这脚跟这儿，这是一拳，啊，到这一米，你看，这是，啊，臀着腰进去还不能，嗯，啊，好的。
好，要起来了吗？好怎么样？Thank you.
叫大拿啊。明儿俩人都是过左对右，或者右对右。什么叫右对右啊？都是右路进攻。好，看啊，看着啊，啊，看啊。大拿别的，准敌手。哎，这要长腰，脚面要绷着。使别的时候记住了步伐，看啊，我这腿啊得上这儿来，这脚劲得这么上，这么上不成。这上人一推你一跟头，你试试，看见？为什么这脚劲要这么上呢？看，你这好有短的脚，看。看见这个没有？啊，这脚在这儿了。这一查看，啊，啊，这脚在这儿，你看，
看超人大的，看啊，在这儿撞，啪这一撞，你看，这儿扔腿，嗯。
纯是妖精，你干。你看咱们这儿呢，这么面这手，你看，
看着没了，这儿往这儿撇，肯定就敲看我这步吗？往这儿撇，他还得要，你看也在这儿呢呀。要摸你对不对？到这一打，他这一来，你看，你哥画我进不去，看，看他在办什么呀？好，
Thank you.